中了，今天是你选世之期，你大王者就驾驭齐氏，你二王者就招得状元为驸马，照太后的意志了，就好希望你选得那位夫郎，地位要比较两位姐夫略胜。父王啊，六选世不论尊荣，应选者要先以肉身屈服一个魏上三龙，然后就可以面试才情。吓、啊要有人能够以肉身吹奏一曲霓裳三弄，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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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驸马过来，与魏王传旨台下百官，有人能够以肉身奏得一曲霓裳三弄者，才得三公主面试啊！台下听者。有人能以肉身吹奏一曲霓裳三弄者，才能步上凤台觐见公主。启奏岳王，凤台之下所有娇客，俱不能吹奏肉身。御天上拜驾回宫。启奏主上，公孙繁王回朝求见。遵遵令。今日凤台只立吹笙一下，不许恭候文将啊平啊。繁王不是吹笙人，可强为公主名啊！父王啊，莫非破碎成规，凤台变作武将游戏之地啊？系嘅，系嘅，系嘅，公孙卿家，你何事要闯上凤台呢？丫走，开船歌奏反王庭。既能品足平生，而且驸马应选行为端雅正啊！系嘅，系嘅，系嘅，系嘅。龙玉公孙卿家不止话得胜归来，佢又系开国功臣之后，你可唔可以破下例？容许佢向你一表如诚啊！喜感喜感，统领十万将士于无敌，世人认便天界特胜，奉上情深或受灵，我也未也忘情，共陪论分一切更无切听，你何以贫笑冷如冰，要先解女儿性啊，平情郎似平，一见怎能将分定，常言日久便可生情啊。
林兆英啊，快谢主上提示提示。嗯，三公主，3月15日，神在华山古寺，追到阵营，恭请帝主光临。未知公主时日能否轻言年假呢？好啦，谢公主你千金一落，先把香薰禅林地，再劳公主桃花亡灵啊，君王提示都喜呀、啊、能忘，只望战地情长皆得那胜啊，微臣告退。微臣告退，微臣告退。你在凤凰已育生死才情，未免数人轻，你太也飘压惊，百官声上怒气也应，谁也知明无气怕招烈国平，奋因虽定莫似重负少卿，莫去吩咐国命，莫误了假期十分平。哎呀父王，我有年王冲一出于宫廷，前有血曾胜，什么不挂意，风雨纷，谁心苦的会坏心灵，一生冷静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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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口又说俗，埋口又说俗，如果是这样你就要嫁神仙才得咯。嫁神仙，若许神仙能取富，先生亦无人得我咩令啊，且莫说神仙，你快些归返寝宫来呀啦。父王，我唔返寝宫住。哦，咁你想去边处啊？我想出去行下。去行下？你想去边处行啊？宫廷后有华山路，迷蒙烟雾似飘冰啊。举头仙鹤驾云游，艳遇一幅神仙境啊！三王爷，唉，你就嚟发神仙迷噶咯！我中意去啊！啊，系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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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山接近宫廷了，去去的亦无妨事、但是公主出行都不无警卫的、代为王要委派一大队。父王、我忽然要动华山之行，无非都是欲避尘嚣，是的，我还要卸却宫中，是的，是的，是 的，若有事从、岂不是一样难逃俗气、是的，是的，是 的， 是的，今天改派一小队，不是的，是的，是的，那都要派三几个宫娥陪伴你的。好啦，you
人哋话凶神恶煞噶。咪啦，等我匿埋装下就点样嘅事得？吹箫，天空鸟雀铺满家。咦，呢支唔系霓裳三弄？啊，此曲只应天上有，可惜玉笙未在。的时候就好多人话我有仙根，我注定今生会会见神仙噶。咁就系啦，有缘至能得到呢一书噶。缘啊，咩神仙都有姻缘嗰个缘字嘅咩？咁、啊、我问下你啦，华山主。开讲话有王必有凤，有凤必有王。咁你管你哋天上啲神仙？会唔会有时要搵啲仙姑嚟慰解嘅呢？乜你咁样问我噶？神仙呢，绝不谈男欢女爱嘅，所谓有情必有债，痛苦就永无涯嘅。我话你咁讲法真系不打自招啦。啊，神仙都会把姻缘解咩？仙客无情。你望望猜，咁、你又话无爱不成缘，有情必有债。信口开河莫介怀，咁你缘何不跳出青莲街？世上何如世外界？人间有段相思债，等待神仙去结和解。咁究竟神仙指点你凡人呢，抑或你凡人指点神仙呢？
点都得。啊，小姑娘，你唔扯，就我扯啦。我有腾云驾雾噶。哎呀，唔好啦，华山主，咁我扯佢啦。咁我扯啦。小姑娘，冇嘢啦，你都系扯啦。咁我真系扯噶啦。等一阵，做咩啫？冇，我想点醒下你啫。其实我都醒咗好耐噶啦，我话你未曾醒就真。你估呢啲叫做咩啊？呢啲就系叫做。先啊，此处不留人，我竟要犯了要台十家。公主，你真系快啲扯啦，唔系我俾你累死噶啦。哎呀，咁我扯啦，我扯啦，我都唔忍你破盐台十界嘅。不过我总希望后会有期，能够续我哋未了之缘。华山主，咁我哋后会何期啫？后会何期？你答复我啦。若果你唔答复我，我就唔扯噶啦。公主，啊，如果我同你有缘嘅说话，
仲三月十五喺华山寺，会希望见到我嘅。三月十五华山寺，哎呀，唔怪得知人哋话神仙真系能够知道过去未来噶啦。华山主，乜你连我三月十五要去护华山寺呢样你都知道咩？咁我真系乜嘢都唔使同你讲咯。嗱，我扯啦。哦，我扯啦吓。真的想嫁神仙？是咧，父王，我哋呢段姻缘真系冥冥中注定嘅。系嘅，系嘅，系嘅。唔系，哎，龙玉，我喺凤台同你讲话，唔通你想嫁神仙咩？呢句说话就同你开玩笑嘅啫嘛。啊，估唔到你今晚仲拎翻嚟报复父王嘅。我不是报复你的，我真的要嫁神仙的。龙玉，你真的要嫁神仙是吗？那神仙你见过没啊？神仙是怎样的？见过了。你发梦那时候见过了呢？不是。估唔到你咁大个女都仲成日胡思乱想嘅。哎呀，唔系胡思乱想噶，真系噶。我慈悲放家财，一直向华山望，华山有路，望我迷茫，迷茫天草，心重伤，重伤。几许帝王为求仙而劳民伤财，正系心劳日绝，连仙丹都求唔到一粒嘅。你又凭藉乜嘢机缘可以见到神仙一面啦、啊？神仙，神仙，神仙系点样噶？点啊？佢披鹤送春白马神仙。神仙都有的，唉，你又见唔见过佢食饭啊？唔、哦、见啦。咁你有冇同佢倾过偈啊？有咯。吓、啊？咁你讲过乜嘢嚟啊？佢仙树的恩
混账混账。仲有添啊，父王，神仙让我再话三字，再续渔夫那次母亲。嗱，凡胎倘若见神仙，不能否许我了却仙缘，消炎障。哎呀，龙玉，你开口又话神仙，埋口又讲神仙。哎呀，好啦好啦，如果你能够在华山寺遇到嗰个真神仙啦，父王，啊，你就嫁咗佢啦。父王，啊，你好有气焰噶。哎，谢父王，你今后一路噶。咩大王？切，你使乜惊啫？你估我打你咩？阿少生，我想话有件事求下你。求我？系咯。唔使话求我，你打少啲我已经好啦。欲在殿前弹一曲，请你在青纱帐后把琴马操。素文公子都爱工商，可惜我未懂操琴，万通话好。哦，咁即系要我代替你弹琴啊？系，点得啊？而且我又唔系几晓嘅。吓，我知道你弹得好，要叫你啊嘛，系嘛？唔得嘅，杀咗你啦！你唔弹，弹啊！哦。肯啦嘛，嗱我话俾你听啊，你咪斗晦气噶嘛，弹得好啲啊，去啦，坐喺度啦嘛，坐低啊，嗱你坐喺度弹啦，咁我点知咩时候弹先啱啊？你听住我隔篱，我咳一声你就好弹，记住啦，啊。纸上。公主钟童谣，现在本凡亲奏一曲，请一同俯首哀悼。
过面的。华山主，你何必要咁呢？若是无情，则万事如过眼云烟；若是钟情，则一见而永生难忘嘅。我认得你噶，你何必要诸多回避呢？嚟啦！啊，龙玉，这此人是谁啊？佢就系佢啦。真系佢，确系佢。咩佢啊？啊，系佢系我同你讲嗰个神仙啊！啊，系嘅，系嘅，系嘅。嘿，唔系，你就是罪人。李潇生，主上，佢就系本凡新收嘅琴童嚟啦。唉，龙玉，你唔好故弄玄虚啦，顾住有伤国体啊！三公主，你使乜惊啫？国有规，朝有礼啊嘛。萧三系神仙嚟，何事不可为啫？只要佢应选凤台，何愁不中着平之选啫？一场奇遇都已到团圆嘅时候啦。秦国出下广文，有人能将玉生吹一曲霓裳三弄嘅，那个就是三驸马啦。咁你明日好向公为报道啦。公主，讲到龙萧我就识噶，吹生啊！我一点经验都全无嘅，龙玉，嚟，唉，佢系一个琴奴嚟啊嘛，点能够凤台嚟应试呢？萧就萧生，两者绝不相同噶嘛，而且布衣应试咯，赚得余少满朝嘅文武啫。父王，广文之上都并未有写明要点样嘅出身。而且乐典的有云：生者生也，女娲氏所作，而取发生律应太昼；少者叔也，而取叔清律应太女。萧生都同埋一类嘅，咁点会话能萧者就不能应侍于王都啫？系嘅。陆玉达，我爱你多才博学。不忍令你云梦虚露啊！好啦，明日就宣誓奉台，何必再佛门颠岭道？我叫你同我弹琴，点解你咁撞板噶？我唔知噶，你唔知，点解三公子又会当你做神仙呢？唔知咧，咁你听日去凤台应试唔去？唔知啊，你到底跟唔跟我翻黄埔住啊？唔知咧，咁你去边度住啫？我唔知噶，切！家真系无家可归噶，你话我去边处好呢？吓、啊，你咪进西，乜、啊、你会喺呢一处啊？我个老龟田就一直住喺呢间茅寮嗰度，冇出过门啊。哦，系啦，乜你咁嘅身世，流落到嚟呢度啊？真系一言难尽啊！哦，我而家希望最好揾个人同我大封信翻去晋国，等佢哋知道我喺呢处就好啦。大封信唔使揾人啦，我同你带。如果你要人带信嘅，我赴汤蹈火都同你带封信翻去晋国。咁真系好啦。系咧，我话你喺边度住好啊？我而家都无家可归噶。吓、啊？咁啊，咁唔啱喺我度屈架喺我间茅寮度好唔好啊？好、嗯。不过你带封信翻去之后，你千祈叫佢哋唔好话你带翻去嘅。点解？我呼到你翻嚟，俾秦国人追究你，你嘅生命就唔安全噶啦。感恩。入去，写信先。你又点见得呢大王爷？系顶啊，父王，布衣难带。
贱骨。到底呢句说话是你自己讲的，定抑或是你代替我父王讲的？若果是你自己讲的，哀家都还可以原谅你初入宫廷语无伦次。假如你说你是代替我父王讲的呢？哀家就想请问父王，人而无信则如居无伦，你君而无信又何以服得万民敬仰？是的是的是的，王儿你呃你来臣拜传旨萧使进见，莫令三公主不安啊。遵旨。是父微臣叩见主上。主上万不难，恐怕群臣冤枪。都绝不会有人愿唱，所愿唱者只不过是一个惯于多情自作夜郎自大的小贩。是的是的，三公主你都知道七品官阶尚不能够叩见天恩，萧氏是什么官，是什么职啊，又怎能够踏上金阶之上呢？高宣度明，大抵你亦知道，所谓乜嘢官乜嘢职，都系由我父王封赐嘅啫。咁难道我唔可以叫父王将佢先加封告，然后至封国朝王咩？哦，系嘅，系嘅，系嘅。三公子，试问萧氏有咩嘢功勋，有咩嘢见处啊？能够无端获得君王封赏啊？公孙博明，咁哀家又问下你啦，到底你有咩嘢功勋，有咩嘢见处啊？你如非世杂，相信你现在都尚属是田舍二郎啊！啊，系嘅，系嘅，系嘅。全令将萧氏封为节度使啊，都略可掩饰佢出事嘅危害。明萧星，何苦揭起啲无端风浪？来侍臣传旨得来，传节度使萧氏进见。只叩见君王，萧使，为王命你吹箫应试，至于能否入选呢？在座咁多知音人就可作评定，万不能操诸公主个人嘅掌上啊！萧郎，你是孝事。公主，你放心啦，我做人虽然系糊糊混混。我不记前因，不知后果。讲到龙萧小忌，我敢为举世无双。一曲箫声已挂梁，清风扫尽禁阶霜。等下莫把霓裳弄，百鸟闻声要朝王。算了，哎呀，吹到地惨天愁，呢度冇人欣赏的。你万不能把定情望下嘅，你要知道呢度除咗我同你系知音人之外，个个都系附庸风雅不解风伤噶。系嘅，系噶，系噶。照我听嚟就略乱不成音咯。你睇啊，连公主太监个个都听到摇头失望啊！阿主上，照规矩啊，在人一曲未完之前，唔应该妄下评章嘅，净识赞乱歌病，
嘅系嘅系嘅，唉，你哋一真系嘅，唉，再走再走再走。萧史虽然就报伊郎，但佢嘅萧声能够引得到百鸟，而且又潇洒非常。而家有哀家在此，你翻埋去就位啦。臣愚遵旨。哦，依、这个就系萧史啦，系嘛？太后，萧史，你咪以为吹箫吹得好，咁就配做我个孙女婿咯噃？我嚟问你啦，箫系边个始创噶？吹箫引凤系边个发起噶？你知唔知啊？如果你唔答得出嘅，快啲拉出工场。放心啦，太后容得走啊！伏羲是天爹族，为像凤啊，明天你行，望后世国你太呀，问啊我，及后皇帝命令啊论，佛足于于昆咩山，才是笑。Bye.
为忠心长车架声后人早把用的关为信你弟，忠心听。龙牙官公牙命，事事不加痛啊！犯枪飞了炸。迎奉那明星的千佳恩奉礼吧阿廖知我偏纵为笑伏欺呀闯苦金王蝶腹中藏顺帝春宵联奉阿光三郎学问为免公主染就含贫，你敢掩饰我才高王光？母后，萧史出言惊失座，我是迫于无奈露锋芒。太后，常言话出最难收，下跪哀哀。我太娘任好，如果你唔顾全国体嘅，任得阿龙玉同阿萧子结婚，我都唔敢再勉强啦，我都冇面目向呢处啦，我要回外家反晋阳。系啊，母后啊，任好，主意就系我嘅主意，执行就你执行。而家主意就由我决定咗噶啦，任得你点都好啦。一个痴心嘅女子，都不能够话因情爱而不孝噶噃。魏王系一国之君，更不能话不孝啊。唉，好啦，你既系愿舍弃公主嘅地位与宫廷嘅富贵啦，你。你就去嫁啦！你父王，宫廷烈士贤良地，恕我虚名不恋恋财郎王，悔婚难得有情人，富贵浮华、啊、非所望。嘿呀，你个畜生！华山望得我，你今生再望反攻亚翔，挥泪断亲情，人来将他放在个华山上啊！你为情引起公和殿。富贵转贫穷，少郎此后夫妻莫惧愁眉光。哇，本来就不及王权无相见，但系为王一生就溺爱你。好啦，魏王话过，以后每年啊，你就翻嚟宫廷一次啦。而家你身上着住套宫装，都准备着埋去啦吓。以后年初一呢，你就翻嚟睇下嗰种更新嘅景象啦。父王。
我一定回来向你问安的。我千言万语，只要公听我过来，可谓儿女情长。Thank you.
子，现在联合木木诸侯挥军压境啊！吓，有此事？范少卿领兵上阵，无事保卫秦庭。明啊啲。三公子，阿玲，三公子，阿玲，你呀，系咁意，送啲嘢俾佢你，多谢咯，咁啦，阿玲，我山上蜗居，嫁后的张近一年啦，今日只得见故人之面，你坐下，我斟杯茶你饮，唔敢当。系啊，百灵。我父王可好啊？太后同埋我两位王者可好啊？啊，三公子，你挂住你个父王唔话得，但系太后同埋两位家姐，你挂住佢整整乜嘢啊？饮茶啦。唔敢当，唔敢当。我原本。嚟啊！有句好紧要嘅说话讲俾你听。咩事啊？阿三公主，啊，你只手整咩？啊，冇。不过，我赶织麻布，只令十指微伤啫。玉叶金枝轮折经啊！对人未敢放悲声，我有黄金三十锭啊，可以买来麻布返宫廷。多谢你赐我黄金万岁，人情绝不比金轻，邻人相助多欢庆。三公子，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同情你，原来咁多隔篱邻舍嘅人都同情你。我实在睇见你挨得咁样。你千祈唔好喊啊！孟百灵，你确是有心人呀、啊，多情厚义，都算你大恩命。龙玉若非嫁仙郎，都会赏识你的痴心傻劲啊！系，嫁后人安慰元悭客。听到我心和气顺，反觉得难以为情啊！系我只望你白手通鞋，系人都望你贤圣效应。百灵，三公子，咁我真系好多谢你。唔系咁讲，时候都唔早啦，我翻去了。好，你小心啊！哦，若果系得闲，就多啲嚟探我啦。系，夏公主珍重。师傅，仲有翻嚟啦？系啊系啊。哎呀，吓！咦？哦，边度送咁多嘢嚟啊？哦，阿百灵送嚟嘅，佢嚟探我哋嚟啊！啊，佢对我哋都算好嘅。少郎，你睇下，成屋都系山茶咯，仲采咁多翻嚟做咩呢？成屋都系布啦，乜令成日织呢？呢啲所谓日间就呼耕妇织，夜晚就呼唱妇随啊嘛。你呢？呢句说话就讲得最聪明噶啦，明嘅。但系有时你都好懵噶。我一讲翻以前华山嘅事呢，你就成个都懵晒噶啦。你过嚟，
我同你讲下正经事。时时讲都系正经嘅啦，有边时唔正经啊？系咪啦？萧龙，我嫁咗你都成年长噶啦。嗯。咁我要你送一样嘢俾我做纪念。吓、啊？送咩啊？我要以前你喺华山送过俾我。我送过咩俾你啊？吓、啊？咁嗱，你又话聪明，我打个灯谜你估下啦。好啊，好啊。一样东西尺四长，尺四中开七扇窗，有用之时能放响，无用之时挂在墙。咁你估下系乜嘢啊？尺四长，嗯，七扇窗能放响，挂在墙。我唔知啊，唔知啊。仲认聪明添，嗱而家我话埋你听啦，等你咪估得咁辛苦啦，就喺你后边嘅啫。喺我后边？嗯。哈哈，呢度仲估唔到？呢盏灯咩？点解啊？点解啊？我解俾你听啊！一盏宫灯嘅尺四长，你量下，大约系尺四啊。尺四中开七扇窗，一二三四五六七，灯进油敷就逼巴响啊，灯花爆逼巴咁响啊，无光无火就挂在墙咯，嘿，仲估唔到，仲自认聪明添，都估错晒。咦，凤阿爷，咩估错晒啊？哦，万公子，哎，你嚟到啱啦，你帮下手啦。咩？你阿龙玉嗰个哑米我猜唔掂咩哑米啊？佢话一样东西尺四长，哦尺四长，尺四中开就七扇窗，哦七扇窗，有用之时能放响，啊能放响，无用之时啊挂在墙，挂在墙，你话系咩咧？尺咁都估唔到，苏阿仔嚟啊嘛，苏阿仔，系啊，点解？嗱，出世孩儿尺四长啊，五官七窍就七扇窗。一二三四五六七，嗱肚饿之时啊，挂翻响；食饱之时咪放在墙啦，放在墙，挂喺墙啊？唔系，瞓嗰铺唔系墙啦。哦，哈哈，哎呀，龙玉，原来你想我送个仔俾你系嘛？哎呀，好心你两个唔好斗傻咯，忘了孟公子归家时候。萧郎，你不如亲送佢一程。华山路甚荒凉，莫使痴人迷路径。哦，咁唔使客气啦，阿生公子，我唔系一心翻嚟攞件雪褛噶，不过我仲有一件好紧要嘅事干讲俾你听啦。咩事啊？嗱，听日年初一啊，你两个千祈唔好翻去，因为繁王同大公主、二公主夹埋噶啦，勾住你两个翻去就拆散你哋嘅姻缘。哦、你哋千祈唔好翻去，唔好唔记得我嘅说话。啊、哦，唔该你啦，伯。又唔系咁讲，我送你落去啦。啊，咁又唔拘啦，又唔记得咗，唔该。一年来我们挨苦，我不是为挨苦，那你是不是因为孟公子来报给我们听的消息而伤心？更加不会了，就算他们怎样做法都不可以拆散我和你的。那我明白你当然因为时时问起我华山的事都无从解答，因此而伤感嘅咧。龙玉，今日你俾个哑谜我猜，你估我真系唔知咩？
得我乱讲，我系盏宫灯，实在就呢支玉箫。少龙，我而家个路，原来你真系华山上边嘅神师弟。我不是活呐，神啊仙，更不是华山主，乃是晋国世儿子华人。吓、啊！当日战败于疆场，换过了暴卒衣冠，被老后教为。姓嘅名，有一日过华山，边连华山上兰堪上树起名。愿我入凤声洞，我想矫正得佢以样勾声，换了时声为家共调应，今作步暗心境，仅听中宵打杀声。有一日饭王叫我送一程酒俾个华山隐士，点知我去到嘅时候，我隐士已经醉咗啦。圆玉破绸脱难，上官偷带婆奔华山雾里，全你有劲。我着住嗰件学厂就系嗰个隐士嘅啫，与你无。女邂逅乍清晨，仙你貌美真你堪敬，既然我自残身世，就不能不收回金花银树啦。回心风声树未吐其情，他夜外有官兵。啊，原来是咁嘅，少郎。少郎，我为咗你，咁我听日唔翻去见父王啦。龙玉，咁点得啊？一年来你咁辛苦，积咗一百匹麻布。少郎，飘脱愁绿天外客，美英随我。我从今都不入旧京华，换夫中路华山径。龙玉，你唔翻去系唔啱噶，我听日同埋你一齐翻去啦。你为我已经情意尽，何必隔断亲恩侣情？来明日拆鸳鸯，鹦鹉巨威临眼睛啊！好啦，明日凤台当拥抱，表露华山交情。孤话归来是连和凤啊，一对汉尧夫妇翻宫中，我有金花千两重，要是丢来飞去有玲珑。情到心事忘机呀，凤不早忙秋雨共旋风，怕你有心难续华山啊梦啊，当今太后未通啊用。
龙玉，你仲有面翻嚟见我嘅？人嚟，绑龙玉。多谢，多谢。太后，太后，为谁受尽风霜啦？莫非如此折磨，仲未算轻啦？佢万尺山凤凰巢，信我一员孝。仲有潼关能装我，怎料夫妻爱上龙啊！黄勇叫妻袁同望，千刀万斧无惊恐啊！人来，入朝三馆。只为杀回世子当兵用，逝去的焉能无欢呢送，幸然秦国有的梁牙公，居上布龙和雕凤，掩如夸凤的与成龙。驸马，你贵国接到鸿雁传书，派使臣来迎接嘛。龙玉啊，你在周岁的时候所有一切赞美的言辞你竟已灵验了，你快随驸马回国啦。